要去你家见你父母。我看见他好像和徐丽娜在一块儿。我回公司没有找到你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怎么突然想起秀他来了？你不是说椅子要是不吱呀响，你敲代码都没有节奏了？你妈没再给你打电话吧？没少打。带我去见你爸妈吧。迟早的事儿，总不能一直躲着吧。不相信我？当然不是，只不过我骂他。我知道你爸妈对我有意见，见到他们很有可能会给我难堪。没关系，总得搞定老人家吧，不想让你夹在中间。他们对你将来的打算也没少操心吧？不管我们以后怎么打算，我总得主动站出来说一下吧，不然我们看起来怎么都不像认真的。李然不在了，我只有你了。怎么回事？今天千万别迟到。喂，你到了，我出来接你。初玉，今天李寻不是要去你家见你父母吗？苗苗，对啊，我跟他约好了。那他去了没啊？怎么了？我看见他好像和徐丽娜在一块儿。我去接你，舒服舒服，毕竟也来过。别换鞋了，直接进吧。李寻。嗯。哟，小李来了。叔叔好。哎。给您和阿姨带着点东西。哎呀，还让你破费。对。快快快。哎。嗯。饭还得有一会儿。这样，你先跟我去书房，咱们喝喝茶，聊聊天。